那现在呢要把守护神弗兰哥给推出来。今天比较可惜两次的三振，这一个球击出去打穿防线，三垒方向穿出去，形成了安打，抓住球打啊。哎呦，结果是三振啊，三振。而且这一球还伤到了姚冠伟，是哇，又结果是打到胯下这个位置。这一球击出去，平飞球安打了。好，那这个时候第二支安打补上去，岳振华继续把这个攻势给延续下去。所以还不一定哦，破坏掉，破坏掉有必要？对对对，这个有可能会被给的，会拉的。回棒落空。变速球三振掉，变速球对，第一颗球猛烈的一挥，但是也被变化球变速球给变到，再切到行针界外，哇，速球来到一五五，弗兰哥被敲全雷打都是再见空，哇，三振了，三振，一五七公里的速球在外角高，让许基宏直接挥空三振。这也让中一兄弟在九局下半的反攻机会，最终是留下了一二垒的残垒，没有得分的情况之下，富邦悍将最后是以4-3来击败了中信兄弟，有收下了这场比赛的胜利。对于今天这场比赛，其实中信兄弟非常的可惜哦，就是在第8局的时候，那时候一口气失掉了3分，把比数给追平，气势就倒上了富邦。那在9局的时候反攻的一个机会，最终3个出局数都是被富兰哥用3振所获得，那最终呢无功而返的一个情况之下，让富邦悍将收下了这场比赛。